这个车我刚给他卸完，他又下来了，我看他还怎么上去。哎呀，又下来了，干啥？掉头啊？这个车也从这儿这个坡上开上去，看能不能开。估计是上面工地的那个大门拐不出去，又下来掉个头。能上去吗？他慢慢的爬，肯定是上不去，估计得倒下来，然后冲刺，百米冲刺。到到，到多远呀？到到头啊？这么长的跑道。上哪儿去？试试啊，看他能不能冲上去。哎呀，这速度肯定上去了。好家伙！那咱的吊车咕咕一声就上来了。不用冲，重车也没法冲，你咋冲啊？慢慢悠悠就上来了。哎，他给关上了。这个人。